现在开始换刀模，先把长刀杆拿出来，卸掉上面的八颗螺丝。将油锅取下，放到一边，再将头盖拿掉，放到一边，注意方向，装了之后还要按这个方向装上去，然后把压板拿掉，打掉了，也不要叫它朝着方向，以上左边的还要放左边。把长刀杆拿掉，然后把刀模卸掉，把长杆上刀杆上的刀模全部拿下来，现在开始拆后刀杆跟短刀杆。将这四颗螺丝卸松后，把头盖拿掉，后压盖拿掉，放到一边，注意方向，下次继续对上。把调节块压块拿掉，放到一边，注意方向，然后取出后刀杆，注意方向，装了之后在左边放左边，右边的放在右边。然后取掉短刀杆上的刀片，那个台线加上就好了，啊，你让手肯定护不住的，啊，让手能护住了，说明上的不紧。
是吧？行，刀片，第一个刀片切下来了。刀片全部取完，然后将新的刀片拿过来。我等会儿，我得磨磨。现在开始装刀模，这四片刀模看到了没有？有两个是长的，两个是短的。这两个是长的，装在长刀杆上。那怎么留的呀？这两个短的，短的装在短刀杆上。现在开始装，先装短刀杆。端高刀杆上有记号，或是在火的这面一定要平，刀杆这是最要关键的一点，要装平。咱想要锤敲一下。这是最关键的部位，核心部位，这个装错了，你永远是扎不好的。那装一遍试一下。在火的那边一定要平。上紧后，两个刀杆并在一起，两个带火的那面对在一起，看一下碰不碰，相互戳一下，上下戳一下。哎，短刀杆已经装完，现在开始装长刀杆，用同样的办法来装长刀杆。保持下面要平，就是凸轮朝上，刀杆是凸轮朝上，下面一定要平。用橡胶锤敲一下刀模，要装正，要装平。
这是最关键的地方。等木烧好后，两个长刀杆并在一起，戳一下，看它有没有相挂、相碰的地方。哎 ，OK。下面就装入我们的石头，把刚刚装好的刀杆装进机头里边。先装短刀杆，哎，注意踩的时候的方向。后刀杆上有两个火，摸了两个火，这两个火一定要堆在一起。后刀杆放进鸭子杆，压刀板放进，加点油，然后把压板后压板放上去，接着复位，动一下复位，然后将四颗螺丝拧死，将四颗螺丝拧紧后，扳一下后刀杆，看看里边有没有间隙，动一下，有没有活动间隙，然后把后拉簧上紧，这个拉簧暂时上一下就可以，到调机的时候根据闸数带着动紧度再做调整。好，上那个，暂时上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后刀杆、后刀片与底刀板的缝隙，对一下这个槽有没有对准这个槽线，OK。然后装入长刀杆，把两长刀杆分别放进机头对出水槽里面，然后加上上压板，
按腿的顺序不要放错，这样跳的过程中要跳好后位，然后把上压板跑进去，用手晃一下找到它的位置，然后将这八颗压紧螺丝上紧即可。